好久不见啊，美女。你怎么来了？有话说话，没话就走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来找阿姨还不行吗？阿姨，阿姨啊！我妈不在，你走吧。哎，这么没礼貌，客人从远方来，你不也请我喝口水啊？要喝水自己倒。那我不跟你客气了啊，我又不是外人，是吧？修好了。这种脏活累活，怎么能让你一个女孩子家在来干？这都是男人做的活。来，你一个富家大少爷，哪会弄这些？怎么就不会啊？给我。咋？你这个螺丝有些松动了，把它拧紧了就好。啊？其实我本来也打算这么弄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家呢？就是缺男人，我弟不是男人啊。是，我说你们家缺一个像我这样有强壮臂膀的男人。Come on, baby。你们在干嘛？他是来看我妈的。看你妈需要送玫瑰花，看你妈需要穿得像煎蛋一样，看你妈需要亲密啊。雨涵，你千万不要误会。我眼睛没有瞎，我心更没有瞎。他明摆着要追你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就是想追他，怎么了？你别说话了。我早就说过了，顾千梦，我喜欢你。如果你们要是结婚了的话，我一定会为你们送上祝福。但是你们还没结婚，就说明我还有机会。她是我女朋友，我呢不跟你计较。不过顾千梦我是追定了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她是我女朋友，她远点。她不会跟你在一起的，要会跟你在一起，早就跟你结婚了。让你说，敢惹我们洛少啊？我得不耐烦了，洛少，我教训教训他。是啊，洛少，你怎么也不还手啊？还鼓劲气呢？就是，我跟你说，哥们现在可是跆拳道黑带，正在考试中。哎呀，我说你们几个啊，怎么就会一直喊打喊杀的啊？她是我女朋友，我呢不跟你计较。不过顾千梦我是追定的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她是我女朋友，她远点。她不会跟你在一起的，要会跟你在一起，早就跟你结婚了。让你说，再说。雨涵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你今天怎么就那么无理取闹？和我无理取闹？没有吗？以前不管是发生什么，你都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把握自己的分寸。可是今天呢，你不觉得你变了吗？我变了。对，你变了。我变了。那你呢？别装了，你走吧。我不走。你不走是吧？我走。顾千梦，顾千梦，怎么说我也是大老远来看你的，是不是？枯肉计，成功。你们之前出那两招全部歇菜，哥们儿干脆从情敌下手。情敌跑了，妞就是我的。全是你厉害，那小子呀，不是你对手。咱们三，还有我。哎，洛少。哎，洛少，有几个妞，咱们要不要过去？啊？哎，算了，哥们儿最近有洁癖，怕染上禽流感。开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